的哈，这个比较特别，嫩的头拉的，真少人会做啦。那装一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再次，100的，谢谢。这是我们，也是我们自己做的娃娃酥，也是花生糖的一种。那我们加的是没有香精，没有香料。就是你给它香油直接好。对对对。那你们吃吃看，跟外面的不一样，因为我们都用台湾花生做的。